亚平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坪山县八十桥达小学，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，我特别激动。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，已经送达空间站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，对太空充满了向往。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？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？谢谢亚平老师。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，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，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。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，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，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。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，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，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，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。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。同学们最好奇什么，最想看到什么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，去发现，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。飞天之前，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，飞天梦永不失重，科学梦张力无限。只要敢于有梦，勇于追梦，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，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，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。